就不用给杨哥说了，就是我直接给。杨哥，那酒馆那啤酒倒了，说倒了十吨，这下雨天找不着人啊。那个林泽不是在大港那边干活，你看他们那边能不能去帮着干一下？嗯，行，我给林泽打个电话吧。啊，你打电话跟他说一下。喂，林泽。啊。你那边忙完了吗？忙完了。哦，是这样的，那个杨哥他那边倒了一车酒，他没能卸。你这样吧，你可能那边能叫几个人一块过去卸一下吗？行行，姐，你那个啥，你给我发位置吧，我这儿过去。行行，我现在给你发。多么不愿意触动你生命的门铃，多么不相信缘起缘灭天注定，上了锁的心逃不掉宿命的精灵，闭上了眼睛感觉忽远又忽近。哎，林泽。哎，姐啊，我那个酒什么都已经卸完了。已经卸完了是吗？那你那个工钱呢？你那个工钱给你那个朋友他们了没有？这工钱都是我来给就行了。啊，你不用给杨哥说了，就是我直接给。那行吧，那你那边完事了是吗？已经完事儿了。那你早点回来吧。行，好嘞，好嘞，行好啊。怕你转身就逃，爱上一个人，一定要让。